金马六十最佳新演员入围的有我咧，我成下昼啦。邓金煌，《复读青年》。我觉得叻啦你。洪于红，《春风》。请问还有哪里需要加强？胡宇恒，《少男少女》。谢永新，《但愿人长久》。魏清曲好有。叶小飞，《青春并不温柔》。你又是党国大佬的女儿哎！第60届金马奖颁奖典礼11月25日就在台视。